是有一个传统，就是他们是在高三才举办这个成果发表会。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，要从读完书然后这样回来再重返舞台这样子，对他们来讲非常不容易。这个两月以来，他们牺牲了他们所有的最后一个高中的暑假，来为各位完成这一场眼前的这场惩罚。各位，我们掌声谢谢他们。对，好的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到今天的最后一支舞，也就是算是最后一个完美的据点。好，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他们最后一个。我们现在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最后一段舞，谢谢。六届灿土蛋，好、oh。